建筑是一个缓慢的职业，要么就至少要三四年、五年，常常是十几年才能做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从这个 idea 出来一直到东西出现了，是一个很久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在做预测。预测不只是未来，过去我们也在预测。比如说，现在人类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 Stonehenge 到底是干嘛的，怎么盖起来的，材料怎么过来，的，我们都不知道。 英国建筑师 Norman Foster 讲过这句话，我觉得讲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做建筑师的人，就是在此时此刻在做设计，怀着一个对过去的一种觉知，然后基本上为了一个完全不知道的未来在做设计。我们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呢，是把过去跟未来全部 compress 压缩到现在。” 在这个状态底下创作，可是建筑有趣的也复杂的还不只是这样子，是我们在做了，一个是用一个有形的东西做一个，同时还要展现无形的东西的这个。那我很喜欢中国人把建筑叫做唐奥，我们常常用说啊窥其唐奥，就是说去看看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这个两个字含义的。 就正好就是这个有形跟无形这两个意思。建筑师我觉得就是在创造这个跟人活动的这个氛围、这个，这个这个境。因为这个空间呢，影响我们的行为非常大，它跟人很有关系。一种时候是跟自然有关系的，像我们那时候做南阳博物馆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宜兰的这个山非常陡的山，非常窄的平原，海岸有很多这种带面山。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这一点呢，好像是一个史诗的这个场所的场景的中间呢，做了这个南洋博物馆。哎，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物的这个斜角跟这个远远的龟山岛似乎有一种对话的关系。那第二个案子我想讲一下，也是跟自然有关系，是在北京司马台长城的附近。我实在是很不想破坏这个环境，所以我把这个建筑物散落。 大概差不多三百多公尺的位置，散落成一个一个 group，然后中间用桥把它接起来。可不可以把这个基地不要去？像很多基地都是铲平了再来盖。我们的想法是说，除了这个基础以外，所有东西都是用外面做好装进来的钢的结构、木头的这个再生木的这个外墙跟窗户，然后把整个建筑物拎起来以后，人是走在空中的这个桥上，所以小动物啊。 石生啊，这个水啊，石头都还可以留着，然后远远看到这个司马台的长城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甚至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也不一定说要在郊外才能这样做，这个案子也做了十几年。这个是新一计划那个 A 十三，那这整个建筑是一个很新颖的这个呃造型，是一个方块方块叠起来的一个状态。 用的材料、用的这个质感都是很现代的，这个圆角啊、金属的这个外墙，啊，包括这些细节都是一种抽象的这个美学。我们从那个电扶梯直接射到四楼，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进去这个管子，尤其是到外面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这个现代跟过去的这个重叠。另外一种呢，可能是更。 超过这个情境呢，是有一种幻境。我想这个大概用乌镇来讲是最恰当的。那这是一个重建的水乡啊，那要做一个戏剧节的这个剧院，它的整个环境都是像一个一个十九世纪、十八世纪的这个中国水乡的这个样子。所有的这些老船呐、啊、砖瓦、啊、这些，这整个 building 的木头都是用老船木去做出来的，上面都有钉孔。 然后用这个很旧的这种城墙砖去砌出来一个非常手工的房子。最后这个 building 太大的一个天文的宇宙馆，然后中国人对这个天地的概念就是天圆地方，我们利用了这个 idea 做了一个漂浮的一个 cube，纯粹正方形的这个建筑物，除了这个外面的方圆以外，中间有一个圆形的中庭。那这个中庭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光的这个效果。 走在里面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阳光的这个变化，而且它一直在动。有一位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女士跑来跟我说，她说这个是她进去过最贴近宇宙的一栋建筑。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鼓舞，就好像乌镇快要完的时候，我迫不及待的去看，我进去要坐船了，船很慢 就是船夫看着我一直瞪着那个房子，他说：“这个房子、啊、是用一个并蒂莲的概念设计出来的。”啊，那这个传承差不多二十分钟，他跟我讲了十五分钟的设计概念。对我来讲，啊、呃，作为一个建筑师，像刚刚那个天文学家跟我讲的事情，还有那个船夫讲的事情，是我觉得最大的这个 reward，因为我们在做的那个有形的东西跟。 不知道是谁的那个人的无形的感情接上关系了。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